操你大爷的，我真是醉了呀，这他喵怎么会有个这玩意呀，真服了呀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不是这，你怎么会有一个这玩意儿呢？我真服了！我想开车进圈了，我要去圈里面堵他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真醉了呀！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想看我吃把鸡洗澡的，有毒啊，有毒啊。我演个屁，可能是缺少你那个飞机鼓励吧，你送个飞机鼓励一下，我这把吃鸡了。可能缺你这张，可能你没有粉丝牌子，你要是有粉丝牌子，我这波我刚刚就吃鸡了。你不信，你不信你试一下。真的是川哥，你别感冒了，川哥，你等我，你等身上的汗干了以后再洗澡，要不然的话你身上湿的去洗澡容易感冒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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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在车上怎么能锤死我啊，现在能锤死我的吗？他不，我在车上他怎么锤死我啊，靠，不是啊，他妈好气呀、啊！我真是气得我吐血啊！我不是我在车上，他怎么能锤死我啊，兄弟们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的花哥，怎么这样子呢？不，可是为什么我在车里面他那拳头能打得死我呢？我记得以前不是打不死的吗？一直都拿拳头打不了人啊，我在车上坐着了呀，我关门了呀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兄弟们，我也不想滴滴好呀，可是实力他不允许啊。
这边有人的，这里刚刚有枪声。打完这把带妹子去了啊，有毒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特种兵。主动进攻就是这样子呀，那我主动出击是不是气势上我就赢了，虽然说我没打得过，但是我气势上我已经赢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本来我已经吃了两把鸡了，但是为什么我没吃到呢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老是打工。我们还能不能晒鲜面，我在和天苦苦求乐西想念。兄弟们，来一波荧光棒鼓励一下。荧光棒没什么动力，来波办卡吧，来波办卡鼓励一下。我不跟你们聊天了，我要认真了，我这把真的认真了，我不跟你们。怎么可能是因为你呀，川哥，搞这些？这把我失机了，妥妥的，稳稳的啊。No bubble。我这怎么死啊，兄弟们！我靠，你，我的盒子在哪？我的盒子在这里，他打死我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？
什么鬼呀这？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不是，这是什么鬼呀？我真的搞不懂啊！什么鬼呀这是？啊，那带妹去吧，带妹去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单次环节到这啊，带妹去了，找个妹妹给我解下毒的那是。这个人有妈吗？有啊，有。子夜有妈吗？有妈有妈。那谁的麦比较吵啊？我的，我关一下。哦，你的麦，我以为他俩。我靠，这个妹妹好双标啊！我擦嘞。你的就无所谓。你看啊。好双标。你的就无所谓了，哇擦嘞！我们的麦克风就不能吵，妹妹的麦就可以吵，靠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不是，怎么还有人在放歌啊？谁在放歌啊？四号，我把你麦屏蔽了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这不影响我发挥吗？真的是。本来我要是听声辨位没听好，指定是这个四号影响我发挥。放歌，你是对面派来的演员吗？小野喵，前方有危险！对啊，我们开着走啊，不行，我真不行。我靠，我这里好多人！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哦，这是有人，怎么办？我靠！我开上车吗？你要不要走？倒两个，都在这个红色房间里。我知道倒两个，打两个不行。就这个里面三个人。你们这边捡枪吧，那就，你这边捡吧。这附近有人。不行，他都打了两个。我真的。哎，我这楼有人。完了。我自己打。谢谢。好，三个了，是他们厉害。大哥，你要保护我，我不想死，不想丢分。小心点哦，这里还有，这里三个队。这也是表哥。大表哥。这个脸上有人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地方也有人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那边有人吗？几楼？一楼还是二楼？
这个楼是啊三楼吧，我们能不能跑吗？我想跑，我捡到枪了。他已经爬到房顶了啊，在这个房顶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别人都冲了。嗯，我很怂呢，没有人，不要怂，一起上。那屋里面有两个，没有背景。大要吗？你不要，你拿着吧。我操！哎呀，人家好怂。这里有，这里有个。前方有危险。嗯，允许我小怂一下。嗯，把人打死了，我就不怂了。那个，我想打的。但是我没有背镜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，就是那个，去找个背镜吧。我。三号。只完了，只完了。无敌。死完了是吗？还有一对，还有一对。杀了五个。嗯，牛皮。你让开，我要点吧。我要点呢，一起点呢。一起点呢，点吧。你还有屁用啊，那人都杀完了，你找自己来吧。还有一队，他还有的，你小心点。哎呀，我像那个松仙还有一队的不？我这边有人吗？没有吧，没有我就先搜。你快打一下房门口。像那个松仙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哎呀，受伤了！你们谁来扶我起来？就在对面，我刚打残了。你不要动，去找你，去找你。哎，他来救我了。去做东西了。还有一个。大闪。解完了，点兵。地上有石锈标哦，点吗？狗妹在这里呀，我标一下，两个表面的。那我变怎么强？你们是大神。你们点吧，我就不点了，我自己去收拾。哎，这有个三级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不，你们听，我这把刀，我操！我打酱油了，一会儿你哎，给个药我。你过来呀、啊，我给你个止痛药啊，要不要？在哪？生我这里、啊，你过来。来。为什么表哥都那么厉害呀、啊？因为你而厉害呀、啊。是。这人吗？能接？我跟着他后面抢了头。因为你们因为
怕运气好吧。你等一下有人机你别打我，不能给我打，我一个人没伤。靠妹妹，你这不叫我几句哥哥，你要我给你让人机？你表妹吗？不是，你想屁吃妹妹，给你让人机，我拿去吧，让个那个屁屁给你，真的是。哥不叫哥的，就想让我给你让人机啊。这里有 MC， 我这里有物资。M 四跟 Scar 哪个标签？都一样，差不多的。哎，你给点762子弹我，有没有？有没有那个二奇侠？这里有，这里有，这里有。我这里有物资，一百多块，这个房间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这边都有。我标点那个屋子里面有好多那个762子弹哦。这也有，我这里有物资。我现在要二级甲。我一样，我一样。小心，你给我标一个。你把你的托给我吧。嗯、我才是个一级甲，还有个破的。没 ，A 号啊，我是 A 号。耶，我捡到了。哎，你们要不要扩容啊？哎，七姐，我把这个M 四给你吧，我去捡那个。不要，我拿那个什么。这个房间还有皮盖哦。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把 M 四丢了。必须盖哦，不要哦。大盘鸡不要哦。大盘鸡怎么给你捡了吗？走了走了，上车走了，我们去显工斗室。嗯，好。你说啥是啥？你打了几个人啊？代表不打几个？你杀呀！你是不是那个什么？表妹走了吗？我没有。一号，你是不是杀女啊？一号。本来我坐在车上没事的，你跑过来我就被炸死了。我的二刀了。本来我坐在车上一点事都没有，你一过来我就倒了。我都怀疑你是不是，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故意要被炸，然后跑到我这里来凌辱我。哎，没有药，没有药。给你一瓶止痛药。不要止痛药，给个那个大药包有。没有，药包没有。我这里有物资。你不要可乐，你把可乐还给我啊。给我要啊，可乐我也要。给你。那我们收吧。不用看，我一会儿回去。把你的心，我的心，双一双。通信点。那个两个烧空，在这个房间，看见没有？在哪？打他！哎呀，怎么回去啊？怎么掉线了？
往我这边拔。过来，把雷给我，把雷给我。把雷给我。给我个洗手表表妹。啊，算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是洗流是？打一个。洗完一队的吧。这里有大虚，还有机伤，表妹，大虚，他们要过来了，山上要过来好看的小五妹妹，哎好，什么情况？你这应该不是开的挂吧？我什么开挂？开什么网线？我金剑马杀，你怎么开挂？嗯，那就行。如果我是外挂，你还会爱我吗？如果我是透视，你还会爱我，还会爱我吗？不会呀、啊。那我不是外挂吧？那你还是可以爱我的。这狗杂，你们要不要？给你用啊，他那个下面那个工头还有机伤哦，你不打机伤呢？我是两个都拿了。嗯，可以可以，你就打叔叔。他还有大虚的哦，你打不打虚啊，表妹？我把他子弹都停了，等你给扔了。走吧，我们直接满过去吧，我忍不住了。标记了一处空投，我这里有物资。
我们切开不了了，他们有没有切啊？啊？收收收！我标记了一辆载具。你要讲话啊，表模要交流啊，及时沟通啊。前面有辆车，一红色的。要及时沟通哦，不要标对呢。打他！哎，七号，你怎么恶灵草迷魂了？准备来，来来个喂！收，别摸，走。这搞得还被别人补掉了。他要死的时候还把你带了。水龟吧，老表。鸡哥，你去先。上车，扁他！你下车把我打掉了。知道。完蛋了，轮胎都没有了吧？那个仓库那边是有人在打下的，表妹。对面吗？那后面有人。哪里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说那里。表妹，你开那个车，开过来。哎，那个小红车开不了啊。那个是没有油的。让我们守吧。圣贤光，
他守的，收收收。扁魔，你要换那个990哦，你是个660，比较慢哦。几个人跳的弦舞啊？几个人跳的弦舞？我还剩几个人的时候，到了不成功了。嗯，没注意。为什么你听得懂啊？那样的夜，这里带美丽带温柔。嗯，不知道。可能我比你聪明点吗？可能吧。可能你比较笨吧。有游戏的带油吗？绝了绝了，绝了一个！这个招打头时还先搞斗鸡，走了上车了，要幸存了吧？点猫，你别烧席。小心那个厕所哦，小心你右边那个厕所。
不封个阴你再顶啊，你就不怕他打你啊。收了收了，好毒了。下车，那个 C 是哪里打的？那个 C。表妹，你把英国弹头给我。我不要雷，我只要英国弹。Follow me。拔过来呀，往后拔。标记了一处开的房门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别动。吃鸡，你们看我屌吗？谢谢，感觉你们傻傻的办卡。吃鸡说办卡的那几个该办卡的办卡啊，咱们不要口嗨啊，做真男人。能吃四杀，能吃鸡，能八杀，三个左边。
看得过瘾没点关注的可以把右上方关注订阅点一点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上高速。不跟他玩了，这个妹妹一点都不好玩，无聊。谢谢老李之刚的办法。绝世才到绝世美男子。Hello， 七星。Hello， 有麦有麦。你个大笨蛋，真的是。我。你好。你好，绝世美男子。你好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又好了，都行的。这个点打不打？这个点，这个点不打吧？我都可以。这个点，这个点看不到伏地魔。换了吧，换了吧，这个点看不见。好的，好的，好好好。这个点。兄弟，你是哪？我是海岛本地的。这样死。海岛本地的，你户口在海岛的吗？对呀、啊。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你先跳，小姐，你先跳。跳哪里？不知道跳哪里，要不跟你跳吧，美男子。可以可以，跟我跳吧，我跳伞专业的。哦，专业的哦。那不跟你开玩笑的哦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，请准备。跳不压城？跳歪城？压城？压城？压城可以。我可以先吃两口东西吗？你们先跳。行。你吃吧，应该够你两口的时间。等我们死了，你出来救我们就行。好的。主播，我想给你送办卡，但是我不会，不会啊！你可以在右下方礼物壳子里打开，然后有那个狂颜色的那个卡片哦，你就送一个就可以了哇。啊，飞飞龙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有没有赢啊？有赢，有赢的不？有赢。有赢吗？有赢，他们去。前方有危险。他们就在脸上。哦、oh、no， 好多人！你们那也不是 C 字楼啊，跑那边去了。对呀、啊，那个五栋那边有人，五栋那边有人，一栋都有人，我操，三栋五栋都有人。我们脸上有人，脸上有人，怎么办？上楼啊！上了呀！哇，你拿这个大铁锹，我真的是觉得很没安全感。我，对，可以往我这边跑。你不要慌张，我有枪啊！你有枪，那你可以保护我吗？你好棒啊你！
我俩大哥。还有人，倒两个。刚刚还没吃，我就来了。我没有香，我没有香，等一下。这黄了我。我操！这么帅！你跟点大哥。五栋那边还有，五栋那边还有一对。这把就跟着大哥跑了。对。大哥，等等我，可以吗？绝世美男。哇，这四个人怎么这么肥呀？我拿的把手枪，他们个个都是 AK 大盘机。我的妈！我连他们连枪都开不出来，有什么用啊？我真的有道理。谢城管的办卡，没有反驳的余地的。对呀、啊，操！我两把枪都。这里还要摆 A 黑吗？这里还要摆 A 黑。要进了几百敌人的箱子，这里有物资。还有 AK。哪个地方还有营啊？五栋啊，是不是？五栋，对。细。细的。那还在马路对面哇！是啊，是我。我们把他给赶过来，给大哥打。我可以。谢杨吉的办卡。你们先打架。你躲吧。要不要西北信啊？西北信。不要西北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标点了不？西北信。不动没有人吧？哦，有人，我看见了。好的。先过去了。啊，你小心！我需要枪托。点错了。前方有危险，大哥，你旁边有人，有一个。OK。倒一个。OK。还有，他在抛火，他向你抛火了，还在这个位置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打死他。OK， 牛逼。上我头上！哦，我操！啥玩意儿啊？这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。完了！洗完了，等边。对。OK， 那我就随便来。这个糟老头子在我后面尾随我，偷窥狂魔。他一定是，就是嫉妒，就是你的美貌。你的颜值，对。你这个口才不去当主播，可惜了吧？哎呀，你可惜了。你这个实力，对吧？嗯。我当此役，我当过主播，但是后来没人看，我就没当了。你为什么没人看你？那不知道吧？那我都每天我都播四五个小时都没有人进来，我就没播了。那你别放弃啊！那播了半天没人讲话，我就没播了都。哎，人机呢？
楼上楼上，你先下吧，在二楼。对，你去打吧。哦，我不打。楼上楼上。当主播也没闲读，有什么用啊？当主播，你是没碰到大姐呀、啊？你得碰到大姐。当主播那些人，那些人他连一张办卡都不舍得送我。我这里有物资，我这里有物资。那是是有点狗，那这不行。对呀、啊，我都觉得很过分的。就是说了，连一个粉丝灯牌都不肯给你点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我就没播了。哎，这不播也罢啊，咱不受这个气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清洁有药了吗？清洁。我可以输花了。不要不要。要有激光可以帮我标呀。那刚才他死那盒旁边不就激光吗？你没捡吗？没看着啊，有吗？哪个盒？餐厅那盒，我你带着吧。行吧行吧。什么？你是四号吗？二号。你下来吧，出来吧。掉掉虎上天，掉掉虎。已经去那个了，上车了，哎。可不可以去舔个包啊？我什么都没有。啊？你刚刚没点呢、啊？我在吃东西呀、啊。刚刚你怎么不点呢？因为我刚才吃东西，用这个枪。你也太强势了！我们俩打仗，一个舔包，一个吃东西。大哥是不是打死六个了？对呀、啊，他是淘汰王。他打死六个，我打死俩，两个也对。我打死一个。没有，我运气好，运气好才淘汰王。我感觉这把就是乱杀了，这个感觉，跟着你就行。那不一定哦，我等下。会挤的吧，有赢有赢。你俩就你说过了，一会儿你俩多捡点烟，你主要负责救下大哥。行，行，七颗烟，够九。我没有烟，我只有一个燃烧瓶。我在大哥后面可能捡漏。这里被收过了，有一个倒了。嗯，这被打了。他们应该上靶场。看一下靶场有没有。是一级头一级奖。哎，有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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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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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正在靶场看到了，在门口。前方有危险！正前方打他！家人们，给我点45！你挤完了，挤完了，挤完了，挤完了！这是我打的，谁给我抢了，大哥？大哥，我打他好几枪，大哥。好了，现在我可以来舔包呢，我不需要你给我捡子弹了。很肥的不？点他们的合计，点弹。这都800来枪了，你看我干掉。800来枪，夸张的夸张的。全是激光的，好吧，捡，里面都是药，可以随便舔。这个四倍压不住。点到点到点到，他油多不多啊？表，我有油，我有油，好像还没有我们的街油多呢。那个蓝界的我看一下，蓝界的，还是这个多，红的多，蓝界，哎，这个多，这个多，走，蹲一下，蹲一下，收了，掉掉股。三步手，三步手，黄花晒凉了吧？看一下公投啊！
我们去仙空岛去。CP 掉了。已经掉过了。哇，这次把不吃鸡都很难削哦，大哥对吧，大哥？吃鸡是不可能吃鸡的，只能吃吃鸡屁股，这样子维持中国。好尖酸呀，大哥！你好尖酸呀，大哥！完了，你给他俩的口音都带跑偏了。尖酸！我们去学校吧，去学校去。上学吗？去上学吗？带你去学一下。你选剪的是消音啊，广西话吗？广西吧。哦，海岛本地的，都跟你说了，户口本都是海岛的。知道你是吗？哇，那可以帮我也找一下吗？我也想当海岛的。那你跟我办个证不就可以了？你跟他领个证，户口本，你的户口就迁过来了。是啊，母子证吗？可以换一下。母子证吗？办个那个红色的，不换个什么？9.99，我有盒子，9.99我行你吧。9.99包邮，包邮。哦，就下面这里，前方有危险。倒一个，高楼倒一个。这有人，换龙。大船。Nice。秀秀本王。还有人，等一下，给我一个。艾菲，快秀秀本王。还有赢的不？那他们扔火了。等一下，打个药。就八倍镜，三号你小心点哦。在对面吗？在我这楼。我不知道在哪。在我这楼。别着急，我下个雷先。下个雷。你这楼几楼呀？我在楼上没看见。我好像没看见，楼顶没有人呀。真的，我得打一个呀，大哥，你让我展示一下呀。来车了。越走。差一千，大残。我也打了2000大残。那可能我也打了1000大残。那可能是你打的吧？我对，我打了1000骨肉。骨肉。看到了吗？这人实验了。哪里？这人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咱们要不要开车过去？收。这大哥这么忙，都上。我一级甲哎，还是破的。你这样的，大哥，我的血都坏了都。我开。我来，你来。你俩就负责跟着大哥，大哥倒了要救一下。大哥倒了，我上，然后2号9，我上。看刚刚那波，我要是没有帮大哥挡，大哥就死了。哎，有烧西工头，去选个烧西工头吧。烧死一空头。捡一个烧的空头。烧死一空，烧的空头。对，你们负责捡甲什么的，你们知道吧？你们捡吧，我看一下。我要甲了头，很紧张哎。机箱。很紧张吧，我只想要。
我只想要个操，没有捡到，连好几甲都没有。我啥没捡，我就捡把枪。手速太快了，你们，我都什么都等不到，我都没下阶。我也啥都没捡到，我就捡了一个好的二级头，我坏的二级头捡变成了好的。我刚看一眼就没有了。丢。我就捡了。那个是不是有一个？前方有危险。不，那个人摩托，不好意思。看一下天葬啊，天葬有个公头的吧，有个烧尸公头的。没有啊。有的，有的。没有，你仔细看一下。没有看到，真的没有看到，仔细看了还是没有看到，仔细也没有看到。怎么会呢？这里刚刚有人放了烧光弹。都是满编队啊。前五都是满编队，咱是不是可以回去换个车整啊？车哦，知道了，在那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就说啊，有功德的。我才看到换个车。我也觉得，但是大哥要去检查地方。剩下都是满编哦，七个满编队。对，刚才我说了，四个满编队嘛，二十个人。哦，他们走了，有人走，在打。操，又是个猪。我的好多个猪。打前方有危险，他们还剩一个，还剩一个，上一个跟我走。别上你们，上你们，上你们，我打倒了一个，他们在那个围墙呢，他们一个围墙，我可以被你吓的，我死了，我没有死。大哥，还有的，我补的，我补的，我补的。啊。我感觉我都大哥还想要个人头，笑死！哦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！前方有危险！狗逼，怕的，你这个大狗逼！我不是跟你说了还有人啊，你怎么就刚拉过来的？是你咋跑过来了？我们。我也搁着想去点个包，这鬼知道他没在防区。我刚要打个药。我都说了还有一个哦，你怎么就刚拉过来了呢？地广干妈。哎，是刚拉过来。难受，表妹。难受，表妹。记得带油哦，表。我有这里，我有。等一下，我捡一点烟吧，等一下。上车，掉在锅。俺俩都过来。等一下，我捡点烟。刷宣了，再不收黄瓜晒凉了吧？我怎么还是一级甲，还是坏的，难过。你为什么每次点壳子点这么慢呢？别人点完了，你还要点。我。你啥？我。别人都是越打下越回，你是越打下越熊。我等下你这种等下被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吧？没有人给我钱。没有人卖你是吧？大哥。哎，我的二号小姐姐没了，我的副驾没人了。你的副驾，是我的副驾没有人。我的副驾是大哥。不是你的，是副驾。这个你要捡吗？可以捡，我可以捡个三级甲不？你嘴里的功头不好点哇，很危险的。这个有点，这个很危险啊。那走吧，那为了团队的安全，那我们走吧。压成的是，压成，那我们不是从压成来的。咱可以在这嘎子，你可以让他舔一下，我感觉。不好点，等下来人了，你就完蛋了吧？要先去那个宿舍楼了。哎，这不咱们跳的地方吗？操！对呀。宿舍楼是不是有人啊？
有哎。哦，在顶楼，在山，在这个窗。前方有危险。就三楼。你往这爬一爬，哎，过来。我来了，他还在那个窗口，嗯，等一会儿啊。嗯。倒一个。牛逼。你人呢？我在这儿。爬进去。爬进来。哦，进不去了。好。大哥，你等会儿冲啊，我救他一下。好可怕啊！我一打一枪就下来了。他是 G3， 是不是这个人打倒的那两毛？好像是我拿 G3 的，好像不是他，又好像是我也不知道。吓一跳！我跟你们一起冲。不要松，先别松。先别，对，你就跟着大哥在后面。等烟雾弹上了，我们再松。走，来 ，Follow me。在哪？我的右，他倒了，跑了。对面还有，对面还有。死了，死了。这下可以。哦呦，有 AW 哎，我要拿 AW。还有的吗？有喽。快过要吗，媳妇儿？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媳妇儿？这个三级头啊、我的三级头三级甲，好嘞，我这里有物资。哎，冲叉。他叫什么？媳妇儿。遗忘都遗忘。这圈应该在哪里？两个满，这圈应该刷到桥那块儿啊，这圈还剩两个满编，还有两个人、嗯。对，哎呀，我操，咱这正好啊！那我真的是，我把车移一下，我移到那边去。对，深不懂，这位置很 nice。怎么大哥不玩 G3 呢？打虚没闲读，拿双步枪才可以更好的保护你们。是 MG3 啊，我这里有物资。两位，这里有油。我这里有物资。捡一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捡一下，捡了下一下。哦、我有。一枪，操！前面标点那儿。跳跳谷，这里有桶油，过来等一下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我有油，我包里有油。OK。这人会往这边跑的，我打他一枪。这边也有，这边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120方向东南，能啊，我不笨，你就架着前面这块有一个人啊，你就瞅点行，我上后面，他就一个，就在你前面那个楼啊。前面这个楼，120。对，就你。正前方那个，正前方被树挡着吧？是这个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是啊，被树挡着了呀。你挪一挪就能看着。挪一挪也是被树挡着。好吧。等他跑毒去，你们。跑毒肯定不好。等他跑毒，他要跑毒的。好的。三楼有一个屌毛，等他下来我打爆你的狗兜。不对，应该有两个的，我感觉。哎，看到了吗？三楼。这他妈没打死他，我丢你哥的。我在那里，老哥他要冲了，他冲动了，兄弟们。冲动即魔鬼，他要忍不住了。他要往我们这边跑。
我可以看。大哥，你别冲啊！冲过去来，可以吧？别冲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后面有人打我！后面有人打我！弄死他！我操！快跑！快跑！后面有人打我！后面，我看到了。啊！来毒了！我他妈！我看到了。捏石头。算你。前方有危险。他跟我打狙哎。他没打中我，我也没有打中他。剩两，剩两个满编。不行了，我没有雷了。吞烟，有人飞哟！他们吞烟了，吞烟了。哎，他在打我。前方有危险！烟里有人。我冲进去了。他在石头那里。倒了一个。你给我架着枪，我冲过去了。两个满编，大哥，你冲过去送死啊！要不别冲吧，别冲吧，别冲吧。那我都过来了。稳一点的，我们稳一点的。他们俩回到。在逃壳子机。我前面防区，南方的这来一个马杀。对对，有人，那边一块有人。我没雷了，有雷弄死他。我有雷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圈哎。他们那不是圈哎。那边他往你那边去了。哦，对，前方有危险。倒三个，我丢，不对，我来了，倒仨啊，没看着啊，倒仨，杀到了，四个人倒仨，救人，刚才就是他，对，四人倒三个，他在救人。哎，你去顶他，那他别救起来呀、啊！对对对，他在救人，他在救人，他在救人。不是，大哥必须弄死啊！漂亮，牛！还有人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，大哥还有人。哎，第二个，果然是十七个。太恐怖了吧！他好可怕。我他妈服了呀！我操，这他妈队友为什么要冲啊！我靠！大哥都说别冲了。哎、啊、他妈这个要，我都说了别冲别冲，非要冲。不是大哥，我过。哎，他妈的，我要打药啊！我靠，我好难受啊，真的是，难搞哦。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哎，我他妈又他妈服了，老是打工打工打工，我醉了，真的是。我健康值不满，健康值不满。被别人打三枪我就死了，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我肯定要打个药啊！加油，特种兵！这男的也是个人才。
妈要这几个人头，那一个人去打一个满编队，真的是给他飘起来的，真的是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说得很对，以后别讲话了。二号你好黑呀、哪在哪？没牌子你还敢骂人？妈365天给你关起来，逼逼叨叨。没人，好像没有哦。江芝芝要喝奶茶，奶茶是什么？奶茶。没人不好玩。没人不好玩，你不早说，早说我就跳牛岗了都。骂人之前先把你的粉丝牌子带上，有粉丝牌子的记得带粉丝牌子再骂人啊，要不然等一下误伤友军就不好了。文明素质直播间怎么能开口骂人呢？骂我，我会感到害怕的，感到害怕恐慌，我就手会不小心抖一下，然后就把你禁言了。哇靠！牛逼啊，酸辣粉，这什么啊？谢谢酸辣粉的凭栏相望，牛逼啊，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酸辣粉，大气大气，兄弟们大气走一波，这好像是火箭是不是啊？谢谢酸辣粉开出的凭栏相望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祝老板找一个婆娘也做新郎 ，Thank you， 白呀，欧啊，牛掰呀！哎，最近我们直播间出这个大礼物出的蛮多的哇，难道我们要开始转欧了吗？我们直播间1000、1万亲密度啊，我靠，牛掰哇！手吧。我们走吧，我们去牛岗去。哇，这是多少？这是30块钱出1000块钱的礼物吗？又要去牛岗。太欧了，牛掰！两毛你走了吧？
美鸡鸡。上号，上车。姜汁汁，姜汁汁汁，姜汁，姜汁汁，美汁汁要喝奶茶。这把无声局要不给他们 A 计划了吧？可能他们要看到我的操作以后，他们就会讲话了，兄弟们。给他们操作一波。有人的，有人的，前方有危险。你们人都不知道在哪里就准备冲过去，他们好像是两个队伍。记了一处地点，高下还有几个。指纹了，指纹了。你们都是自己打自己的，都不交流的。我靠，他们好高冷啊，兄弟们。算了，我们自己走吧。我这里有物资。就这样和你分手，就这样和你分手，什么天上地秀。
们就这样和你分手，然后我们就各自各自走。我们去军事基地去。基地，基地。哎，前面这好像是个活人吧？我修锥把嘟嘟，嘟嘟嘟嘟嘟。嘟一下他就回来了，我说睡吧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基地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马兵队，搞一下。哇，军事基地居然没跳人哎，离谱。这个三号跟着我走哎，三号跟着我走，那我带他吧，那我等他一下吧。但是他不讲话，算了。他既然主动跟着我，那我还是带一下他吧，好吧。一号跟四号就不关我的事，死活与我无关，他不讲话。喂喂喂，来聊天吗？他们难道不是三个人？哎，他们不会三个人，他们应该不是一起的，他们应该也是匹配的。带着他吧。带着他，我们多个四级甲，多一份安全，多一份保障。专心搞事业的人都不爱说话。搞事业，搞什么事业？难道他们是主播吗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我靠，妈，这个三号
三号是个男的，不是妹子，这三号绝壁是个男的，大爷的。前方有危险。这三号应该是个小学生，要不就是，反正他不可能是个妹子。你俩过来啊，就有两个队。你要我过去我就过去啊，我不过去，真的是。傲娇。刚刚问你哪里有人不讲话，现在你叫我过去支援你，我才不去呢，是吧，兄弟们？做人一定要有骨气。今天的我你爱答不理，明天的我让你高攀不起。应该有人的，下面有人，前方有危险。下面两个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下面是两个队，你还准备松啊？标记了一处地点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啊，后边后边，哼，死了就会开麦了，妈了个巴子的，最烦这种人了，死了就开麦，问你哪里有人又不讲话。地点，写完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桥头吧，桥头他们那边有人。
开他们的车吧，走，上车。肯定不是个小姐姐，肯定是个男的，大屌萝莉，要么就是个初中生。分手到什么天上地秀，标记了一处地点，听错了吗？这把不吃鸡。算了，不要装备，此时此刻一定要稳重，大局为重，稳住大局，不要膨胀。这把不吃鸡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这把我车鸡车定了，谁都拦不住我。这个水塔上得去吗？上不去吧，早就上，哎，可以上，上了没用啊，这个地方破地方，上了等下倒了救都没法救，等下队友一个蹦逼他又跳不上去。我想和你分手，和你天长地久。哎呀，跳不上去。八个人还没跳弦舞，
山上是不是有把 VSS 啊？还是谁的 VSS？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哇靠，我的天妈的，点两三枪就被别人打了，我点三枪就被别人补了，点三枪就被别人补了，搞个锤子哦。点三枪就被别人抢，点三枪就被别人抢。想和你当初说放手。哎，我的车呢？我的车还在。剩下四个人应该是一队的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这里是没有白色的车的哈，我们就先从这边开始找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兄弟们不想吃鸡啊，没办法，吃鸡！你们有我屌吗？我是淘汰王，我跟他杀一样的，我是 MVP。换个号，换个号，防沉迷了。别扫我的，妈了个巴子，我扫不进去。
穿穿搭呀？这不是很流行的穿搭吗？然后这样穿着白袜子，这样，你放屁！妈，那也是全黑的裤子，谁穿你那个绿杠条、蓝杠条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全黑的，拔腿毛。你讲话吗？拔腿毛？有，可以。你不是主播吧？翻腿毛？我不是。我去搜一下是不是主播，好不好？打不打？打呀！等一下，不打。你准备呀、啊？你准备了怎么开？哦、，sorry。你蛮有病的，脑子都疼了，脑子被你的头套包住了。滚蛋！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，加油，特种兵！我怎么知道？哎，兄弟们，我这个号很容易被别人说是主播吗？心跳加速，跟着地府。可能这就是战神的气场吧，兄弟们。我的声音怎么会呀、啊？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各位特种兵请准备。现在的人都听声辨主播是吧？我的认证号都不想去玩它。做羁绊啊！不是，他出事了！我操！我回来了！这是个噩耗，干了！多少人呀？我没看，我怎么没看到人呢？奇怪！有一队吗？哦，左边有一队。上广西老表，贴脸了，贴脸了，姐妹们！没贴。我去一号楼了，我们俩去一号楼。我这有个人，我害怕呀！啊，谁丢人啊？干呀！完了！哦，有。前方危险，请做个智慧的行动家。